的人，众人纷纷为二女婿鼓掌，都觉得对得十分好。此时，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三女婿。三女婿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然后缓缓起身。我的下联一出，你们统统都靠边。三闺女见此，连忙拉下丈夫：“你可得了吧，就你那点墨水，能对出什么来？别丢人现眼了，赶紧坐下吃饭。”三女婿说：“你们听好的，我的下联是。” 二人联合就是天，众人惊呼：“太妙！”岳父觉得此下联最好。此下联说明了三女婿十分疼爱女儿，夫妻两人联合起来才能撑起一片天。各位看官，你觉得三位女婿的下联怎么样？你们还能对出怎样的下联？欢迎挑战！对联故事接着看：丈夫出上联“半醉半醒过半夜”，妻子下联太感人。 丈夫泪目。早在秦汉以前，民间过年的时候都有在大门两侧挂桃符的习俗。后来人们开始把联语刻在桃木板上。到了唐代，对联开始写在红色的纸上。至此，对联文化开始深入民心。对联是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二零零五年，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 对联作为一种雅俗兼容文化，有着其独特的民俗性、文学性和艺术性。对联在其产生和发展传播的过程中，吸收了来自民间和文人墨客的养料，经过不断的加工和艺术塑造，这种独特的文化得以传承上千年，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逢年过节、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对联的加持。如今，大学门前。 寺庙、公园、名胜古迹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对联，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美学文化的一部分。不仅如此，在网络时代，各式各样的网络对联也层出不穷，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与创新。现代人也有很多人喜欢对联文化，不但喜欢，还会写一些对联出来。不管是文化人还是普通百姓，写出的对联。 都十分精彩。抛开对联的专业性，这些来自民。